要用资生堂的产品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见证 Ray Power 红色的奇迹。我今天粉丝，你们是多久没见到他的？真的很久很久。我的妈呀，今天他热情到某一种程度了啊 ！OK， 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再一次那么近距离看到 JJ， 好像每一次都是因为资生堂的活动哈。今天不用跑步了，轻松。上次可累了啊！上次有没有人也有来的？啊，要跑我也 OK 啊，真的吗？要跑我也 OK。Let's go， 你少在那边原地做动作。但是我最惊叹的还是每一次看到 JJ 他的肌肤哦，你这基本上你的状况已经像母胎肌了，你知道吗？或者是他肌肤好不好？状况？然后比很多女生都好，对不对？来，你们，对，没有，因为我用的资生堂红颜激活露。哎呀，真会讲话，真的比白斩鸡还要白，太可怕。当然还有一个是林俊杰本来就很爱笑，他有一双爱笑的眼睛，所以呢，这叫有什么好叫的？哎，你们真的很爱姐姐哈，就齐，那你们会唱吗？爱笑的眼睛，预备，起。离开你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好好 Q 哦。你没发现，其实我是 Q 他们的，你唱、啊、不是他们，不是我要唱，我是说你们会唱吗？结果你是一起来嘛，预备，起。离开你才发现自己非常好，哪一位？刚哪一位？哪一位爆冲的？哇，哎，你嗓门很大，你可以独唱吗？预备，起。我们资深的人送他礼物才对，而且他的肌肤状态也不错。对，但是他这么大声，一定是压力很大。他肌肤是 OK， 但是心里……啊，你刚下课哦？哦啊，不就很忙哦？啊，我们都很闲哎啊！姐姐，你其实真的慢慢不年轻，别啊什么？你们到底要骗自己骗到什么时候？没有没有，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对。应该说他很年轻，但是心态越成熟。那怎么样保持？好，帅了，我知道，谢谢谢谢。因为一般男生是不敢从头红到尾的，但是身为代言人，你真的穿得很好看哎，很红啊。一般人不敢这样穿啊，你站在这里根本是看不到你的人的身体，你整个人都被舞台给已经吸纳了。哎，干嘛干嘛？哎，歌王就是夸不得啊，真的，一夸就得意起来了。好，那我再最后讲一题。好，露露的 LINE 你到底回他没有？没有。我徒弟一年前跟你邀歌，还要搞得人家在小巨蛋刁你。我一直都有回他。真的吗？我真的有回他。那你为什么不卖个歌给他呢？真的没有，你就把你家里不要的给他，随便给他，敷衍一下就好。一定要好好的酝酿，真的哈、哦，要好好帮他写，对不对？好好酝酿、哦，不急啦，不急啦，慢慢来哈、哦。明年再来说。你真的好，明年让他再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因为去年刚开始这个巡回，所以真的比较没有好，没有时间坐下。懂啦，懂啦。我有跟露露讲，我说你绝对要不到的，因为我帮孟耿如邀歌也没邀到，你露露还在后面排队领号码牌。这些是慢工出细活，一定要、哦，我觉得一定要用心、啊。是的，不急不急，但你真的好厉害，你看你预测歌王、预测歌后，全部都中，没有全部了，没有全部，几乎啦，几乎几乎，对不对？好厉害！你觉得我今年会不会得金钟？我已经五年没有拿金钟奖，真的有机会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帅的，音色。OK， 真的很帅，真的很帅。好，就是保养。外在的美要顾，但是内在的美也要顾。那大家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把正能量，一加一的双倍年轻的这个力量带到身边的每一个人，这样子。是。来，请你关注到每一个热切的眼神。今天不论你是刚下课、刚下班，或是直接翘课翘班，都非常谢谢你们来支持林俊杰，谢谢你们来支持资生堂，让杰杰用电影回敬大家。最后，我们用尖叫声谢谢代言人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谢谢谢谢。